抖音直播的那个有点近，镜头很近。对啊，其实我们现在两边都有开直播啦，是两边都有开。现在在恒春德和福星宫，杨坤户，有啊，有上课啊，上课完，上课完我们就赶快过来了。早上有上课啊，早上有上课。会。太子会。要等。还有在恒春啊，下午好，下午好。好，大家等太子下来，我知道，我懂，我懂。没下来，我就不开直播了。好像在平日他们这里还是很热闹，两个桌呀。等一下要表演，在恒春哦，在恒春。哦，因为我现在要看两边的留言，哦，会比较慢一点。啊，那进来粉丝朋友，帮我们公开分享一下。两个角度差不多啦，差不多啦。我刚刚去坐的呢，坐在空中飞人家滚球呢。有啊，遗产完全不敢玩。我跟他说不留遗憾啊，没有用啊，把我当 PO 啊。对，要突破自我，突破自我没错。哎，有了有了有了，要应该会先表演吧。我再猜大帅哥可能在附近，快要下来。李昌的聊天有点不自在。不可能这种叫法啊。我的现在直播镜头都很近，难录啊。下午好，下午好。什么时候吃饭？怎么问这种问题？饿了就吃饭啦。我往后站高一点，比较好直播给大家看。在恒春。如果有关于阵头的问题，或者要开工，需要我们跟猪牛的帮忙，直接电洽，直接打电话。没有声音吗？今天这个是恒春的车和福星宫，这是将军府了。我去年有来，他们。不是太子，我记得将军府跟那个单杠那个将军府，里面那个将军爷是职位一样的，我有先跟他们确认过了哈。好，进来粉丝朋友帮我们公开分享一下。哎，欢迎九龙太子，九龙太子镇，来，我们现在欢迎，欢迎。好，现在还在做表演。好，咱首先，咱来拜庙了后呢。这里天气超级好，而且真的是。咱的。你要说冷吗？好像也还好。桂花酒，还比较入庙了，再过来，来给咱。做拜庙，咱再来给邀请太尊爷呢，未来当家，邀请咱
金草莓大帅哥来给咱这几天演来婆家欢迎啊，欢迎欢迎，有这里有在帮忙演啊，尊敬的地主啊，是整体还不错啦，天气都好啊，咱蔡珠雅就龙太子认得金龙太子的哈啊，金草莓大帅哥啊，你名单欢迎中哦哈，万岁来啊，万岁来啊。哎，欢迎万岁！哎，万岁！祝华夏欢迎，帅哥帅哥！这是咱网络足有名，伊的有名不止伫台湾，包括伫澳洲、伫外国嘛非常有名。来，咱祝华夏欢迎金龙太子蔡珠雅莅临分享，欢迎蔡珠雅。草莓大帅哥啊，不要放一个酱油啊，来来，我还请酱油，请酱油。万岁呢！啊，来个，大罗呀，大罗呀，大罗呀，汤呀，这是咱来自屏东万丹香湖宫九龙太子镇啊。啊，他们后面那个仪式就是在过一会啊。发起来，贵宾刚给。蔡珠雅，金草莓大帅哥呢？已经莅临分享啊，莅临分享。我们这里的景又比较特别。就是在各地的习俗的不一样。那太祖要来去桂花亭，哎，来去桂花亭。是。啊，奶奶。哎，我阿声欢迎金草莓大帅哥来蔡珠雅哦，啊，更加啦，非常欢迎。啊，来蔡珠雅，啊，要来入庙来，先来行行一下无，嘿。来做蛋糕哦。啊，咱等一下蔡珠雅嘛要含咱诸位来去桂花亭吼，来发大球啊，了后呢，咱一票了后呢吼，啊，再过来做一届来，啊，来这个拜庙进庙吼，啊，非常啊期待咱永春地区啊，咱这个祖宗过年拜日阳波啊，来到咱福建中了，拜六六六龟啊，今年一年又过到啊，一年过到了吼，啊，咱。古今正宗的永春地区，非常的期待咱蔡珠雅入来，蔡珠雅降临来发声，欢迎蔡珠雅，感谢感谢感谢蔡珠雅啊！现在人也，他们这边是人真的也是很多呢。啊，来给咱啊，向前方一起来沿行行，啊，了后呢，咱再来啊，再来，哎，感谢蔡珠雅，感谢，好来，哎，蔡珠雅请，哎。来太初阳期啊，中关关水现在全休啊，中关关水现在全休。两首直播比较难直播啊，哈。小安，九龙太子镇啊，金龙太子金草莓大帅哥啊，给您分享啊，感谢啊。分享感谢啊，咱蔡中央里面分享啊。成功啊，主人成功。哦，嘉禾是不是？记得啊，就在上礼拜嘛。咱新的福建乡的啊，会点讲啊，赶紧的啊，会点讲来庆迎，来给庆祝完成。他们这里有他们有这里自己的习俗啊，然后现在就是我们有先跟我们讲说要请太子来帮忙处理一些他们贵会的一些仪式，这样其实他们这里仪式真的比较不一样哎，所以去五年来其实我嘛其实也搞不太清楚，可是他们这里的那个人工部来在
新兵是听说历史已经有了200年了。网路很卡哦，真假？今天桂辉顶吗？我们这里主要的仪式就是这一个。然后在旁边也准备发大球了，我不知道平日还这么多人在看直播，大家都没上班上课。对，因为我们现在其实都录影啊，看不到直播啊，我比较少在直播。刚才扭头看到了我们大帅哥的礼物来了。好久不见，线上的老朋友啊，粉专的朋友可以帮我公开分享一下。抖音我不晓得，抖音现在刷爱心是不是还是怎样？我们还是第一次在抖音直播。现在真的是差很多了，快进热爱也不会哭什么，可是他出阵的时候就比较严肃啊。不然其实我们在礼拜三收金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没什么变，还是一样啊。拜三收金嘛是拢安尼，跟以前一样，还是很喜欢跟我开玩笑。阿公出庭就较袂好，出庭就较袂好。伊出庭的时阵会提作认真嘞。啊，只山蛮爱跟用断嘞。好呀。太夸张了。哦，发大桥发大桥断了。他们要把它用到断。好，那我等一下录一下，录一下看一下这个桥有没有办法用到断了，太夸张了。反正这里天气真的超好的，还有彩虹耶，我看到彩虹，我看到彩虹。彩虹耶？啊？我在跟我表舅说彩虹，然后他跟我说等一下。彩虹啊！我在跟你说彩虹，你在讲什么？帅哥跟我彩虹。没啊。有了，仪式即将进行。啊，大家特别注意，就是阵头如果在准备站位的时候，大家注意不要闯阵啊，防一家拢安行过，哦，这样比较稳。要在恒春。欸，上次有人跟我说变这样太稳重了呢，他不要那么稳重了。人都会长大，你是都没有看五万 Q&A 是不是？好，去 YouTube 看一下好不好？我这种习俗我真的比较少见。
要走过吗？想要过三圈的意思吧，要过三圈你哦，哦，回顶又好，突然下起了雨，是怎么回事？出马万水有高台，贵人保佑。草莓啊，草啊，你的袋子是什么？草莓还是那个配置的？哇，草莓花束哎、欸，草莓花束，好厉害哦，好漂亮哦。对啊，那不能停。哈哈哈哈哈，不能停哦。妈玩具，哎，你要到，你要摆嘞，你要到，不要这个，妈玩具，那不要了，而且要特殊的礼物。妈玩具，买家摆嘞。哇，这个整个花束都是草莓做的、啊。哎，下面那泡莓。这个是草莓做的花，应该是干燥花啦。妈完一个，那满江白，因为伊还没进标嘞，再来进标要伊再坐人，伊可能会刷到进标再坐人，麻烦你满江白一个。会了吗？会了，跟我讲，我们要听到。夹子必过，必报，夹子必报，必报哦。假时必播，假时必播哦，假时必播哦，还有人在送哦，法语的，懂不懂哦？还有，假时必播，哈哈哈哈，那帅哥，必播，还有，假时必播，好，我下礼拜三再考你一次啊，我下礼拜三再考你一次，这是法语。你要不要直接这样吃，咬着吃一口看看？啊，不用啦，你这样直接咬多帅啊！没有，我没有手可以拍了。好。你要这样夹死壁虎啊，就直接咬一口，哇！没拿，不行，你要直接这样吃。啊、这颗很干净。等一下，没有，你是嘴巴这样直接咬哎、欸。不用拿，直接这样嘴巴这样咬。真的啦，我不会骗人啊。你要先念夹死壁虎，然后咬下去这样。
啊摇啊摇，哦哦哦哦，你，因为伊坐椅啦，伊坐椅啦。啊，你没有念，你没有念，你要先念。你没有先 Just Bieber， 真的啦，发源发源，浪漫的浪漫的，哦、我脸抓到架了，真的假的啦？你不要没洗要骗我吃哎、欸！哦，我忙我忙啊，我忙我忙。哇！哇！哇、哦！很有很有特色哎，这个。这很漂亮，这个很漂亮，可以可以可以。对啊，不好意思啊，我在跟太子讲话，我就比较没看你们的回复了。不好意思，这很酷啊，这超好看的。哦哦，假石必播。啊，社管理员，我不会用哎、欸，而且我现在两只手都直播，我没有办法用哎、欸。我第一次在这里直播，没关系啊。你是等一下是酸民很多是不是？我不晓得哎、欸。没关系啊，反正我也没在看啊。现在太忙了，没有办法看。对啊，我两只手，一手一个直播，我们还有拍录音手呢。没事。这是抖音的特色哎，你无酸面不要那不要那开抖音啊，对吧？这抖音的特色哎，对，手忙脚乱，这手忙脚乱啊！对，安贞德和福星宫，我们明年还会来一次的哈，三年。来三年啊，等一下还会有舞曲的表演。那、啊、他现在我们有练了几首蛮不错的舞曲啊，试着在舞台上的。对啦，站不稳的啦，没关系没关系。喜欢我们的更多啊，对不对？我怎么可能在那边忙着要封锁嘞？以前封到现在都懒了，因为如果你们有看五万 QA， 你们就知道，其实现在不下来，就是因为有时候就会人多，然后需要拍照，有的没的，然后有时候就会捣乱到我们一些，也不是捣乱了，就会打乱到一些程序这样。好，因为我当时出庭有出庭的工课要做，好、哦，可能人庙方的赶时间时辰，有的没的。哇，心情好哎，今天。我看给这里拍照。脚不见了，脚不见了。可以可以可以。他要拿糖果、哦，人很多啊，还在还在，我们会到晚上吧，晚上唔知几点，我嘛唔知。大帅哥不是女的吗？对，宜昌是女的，姬生是女的，大帅哥是男的。你袂使讲查某诶，生气诶。哇，抖音的都没看过我，真的假的啦？我很常露脸呢。好，我们要开心的用抖音直播，是想要推广一下我们频道。好啊，我们 YouTube 频道，屏东香湖宫九龙太子镇啊，搜寻一下，帮我订阅一下。拼十万呢，很难拼呢。行，各位再见。
咱几岁？三岁半不变啊。那么看这个时阵，要来谈金草莓大帅哥翕相的哦，啊，要来结缘的哦，啊，赶紧来哦，哦，刘朝贤，赶紧来哦，要来谈大帅哥翕相的，赶紧来哦。现在大家拍照都会分离，现在是在跟大帅哥拍，还是跟宜昌拍呢？哦，那么要来咱从哪？对，抖音看直播真的比较方便。啊，来祝婚锦鲤哦，啊，来吃锦鲤。要学哦，可以学啊，很难学啊。我们聊天室哦，我们粉专那个聊天室不是我们开的，我们没有在开聊天室的。各位先生，各位大姐，啊，欢迎来到惠龙宫。今天是惠龙宫直播会啊，会聊会聊。有啊，现在是我们大帅哥哦，现在不是宜昌哦，啊，看脸就知道了。宜昌如果装这个脸，我就不开心了。宜昌不能给我装这个脸的，真的嘞。在恒春都和福星宫。合照一下，他们这里在建庙，那永公户就是今天刚好潜水啊，那圣诞哦，所以我们就来这里帮忙处理一些仪式，这样。几万人哦，甚至万多人啊，拢在来观看咱九龙太子。九龙太子这个景点呢，是由咱啊九龙太子中的。我们很常在解惑。因为有时候有一些庙方的神明的嘎，疑心的嘎，就是有些是就是用下哦用币耶哦，他不攻北威，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信徒在理解上会比较困难一些。然后我们大帅哥就是有一点担任在那个沟通的桥梁上。今天五个太子啊，五位，你看有滚球呢，所以就是有一些就是来然后被问这样来询问一下他们的庙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没有，我没有忽略，是我的眼睛要看两边的留言，很花，我还要顾镜头，还要看留言这样哎。咱过程中报告，今仔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养的求心点，他会习惯就是我们得到了，我们再去做啊，那其实是相反的，我们要先做，安全打心点，倒沙干料。神明才会去回报我们，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太在意说，神明怎么都没有帮忙，我们要先尽力而为，好不好？人助天助。对，脸书现在还是有开啊。哎呀，我们抖音直播怎么那么多人？这样很恐怖呢。不会，我们这里不会冷啊。就进来抢灯啊。还在热。太子会说谎吗？他其实不太会，因为他有时候想要撒谎的时候，那个表情就会被抓包了。不太会说谎，会开玩笑。流行抖音，我们是混粉专的，不是混抖音的。帮我们 YouTube 订阅一下好不好？很累呢。那你们谁要带头去做这些事情？那么分庙
可能我都没有理他们，然后就双眼就不见了。可以可以可以跟你们聊天。会关会喊，啊，所以讲呢，咱啊看这个时阵啊，要来会问着呢。所以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看抖音直播嘛？为什么？老公说呢，啊，准备要来下班，要来下班。他们现在在帮解惑，解惑。对，是大帅哥，大帅哥讲话才会这样。要尽量对，要这样做了。只有阿姨一个人在做这件事，久了你们的东西。知道啊。要行动出来。我听得懂了，听得到，听得到。下次来就练一次，下次来练一次。为什么太只会看镜头？他一只手机那么大只在前面，他不看我镜头都不行。哦，现在草莓超级多。我打到拜山的时阵，就见我都有一些很奇特的草莓产品。太子爷来认识的啊，也可以趁利用这个时间来跟我们都会破坏限动啊，拍照合照啊。那个我们的大庙，大家其实应该差不到哪了啦。啊，我的手机也差不多快没电了。对，我们等等就要关播了哦，真的哦，真的要关播了哦。各位乡亲，拜只要帮阿妈祈福。好不好？等等就要关了哦。手机快不行了。手也快不行了。好，我们看太子怎么帮阿嬷祈福，好不好？这盖啊，啊，你盖给阿嬷这盖一个这样啊。好，那我来瞧一个好的方位。阿妹桂文桥，请赶紧来桂文桥啊！这个时间啊，是的，是的，准备要来收桂文桥，准备要来收。这种东西，要怎么讲？不相信的也没办法多说什么。为什么叫九龙太子？阿神尊就是九龙太子的神尊啊。其他的四个小太子是没有在太子的卡的，所以在主要的仪式上，我们还是大帅哥来完成。几点结束？我应该可能在七八点吧。好嘞 ，OK。好，那我们等一下。没了吗？别过云桥的，赶紧哦，赶紧，哎，哦，那个过云桥，赶紧哦，哈，因为要来修起来哦，咱要来摆渡啊，哦，要摆渡，啊，要来落袂到啦，啊，穿到我们衣服呢，要落落啊，哎。
两个，一人拿一个。什么阿嬷好了，大概是在这一盖而已，这样就好了。阿嬷没有怎样啊。来，请咱这个标亭，请扭出来，吼，咱观众要来一票来，扭一个哦，来一票啦，吼。现在要忙了，要忙了，我们要先告别喽。